恭喜你进入全国六强，这一场的主题是神秘，神秘嘉宾来帮唱啊！我的嘉宾提示词，他不是一个人，他不是一个人啊？那他不是一个人，是一只猫是吗？他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组合吗？可以撕，彩虹合唱团，哈哈。Oh my gosh， 这怎么 hold 得住啊？我跟彩虹合唱团唱什么？十送红军吗？女叔，或者是婚约？如果女叔再来一个合唱版，哇，大家一起 ，Oh my god， 那个阵仗，保送国家队，呀，我感觉这是应该。今年春晚最期待的一个节目了吧？谢谢大家。